就这个设计的是怎么样？就没什么特别，就没有、就是一个 symbol， 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特别意思。OK， 那为什么是拿着黄色的？就是 symbol 嘛。对、这个运动的 symbol 就是黄色的这嘛，就是很简单，没什么。这个作品叫什么名字？没有名字，没有名字。没有。那木板的部分呢？有没有比较特殊的含义？为什么用木板？没有，就是很，就是在艺术上的 beauty， 你知道吗？那怎么跟这一次的正中的活动做连接啊？就是我们的表达的方式，就是很多人有他自己说话的模式，我们就用艺术本，就是用 artwork 来做我们的说话的方式。OK， 对 ，OK。